大家好，我是老大。今天下午那边社科界的轮车回来去，他们当地的轮车熟了，看到集体去看一下。有没有路？有能力的，开车也跑了。那休也休息好了。走，出发。恁个远呐，28公里哦。400米后左转。走嘛，到了哦。原来是好多人在那接硬摊。那些接起都转起了。到达目的地。还要走500米到那边。那边有步行。坐得跟牛仔帽子一样，走到哪哈都是响当当。看到不？别个那些硬摊保护得好好。弄得网网网起来的，他防止那个球儿去。肯定要弄好噻，不弄好的鸟儿的两条三条都给它起完了。我们走前头那个园子去，那个太少了。成人40块钱一个人嘛，好了可以带，一个人可以带走一只呢。哎，40块钱够了哈，如果是光是吃就19块钱。就是那个二十的嘛，一人应该7点都剩。本来就是这样嘛。不用带。买票买票。200个那个私人的一颗才安逸。红豆冬的哈。哇塞，那个好夸张啊！那个才红了的，看到吗？好红啊，那个。嗯，来也。嗯。捡起来不捡带，他那个是。这个体力是好大哟，你看。去跟他要钱恁个去，巴巴的去才过瘾儿。到这个塞不下，慢点，你要把那米米都吃到。哎，小妹妹，那树当真可以，喊呐，那树甜，那树甜，比刚才那几树好多了。终于找到一树甜的，好安逸哟。吃嘛，吃都吃个饱。有些都算哎，对，都有。那去。嗯，虽然我太忙睡觉了。你不要哇噻，炒酸辣噻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这把有啊，跟那那个吐出来，吐出来。吐米米啊，听见没？对的，对的。还说买一袋走，那牙齿酸起不得了。不要了，那袋。都像我吃了，都差不多了。那吃了起的是酸的，是甜的，都分不清楚的。刚刚还说一个人要吃好多，结果吃可能半斤都没吃到。哦，3两都没吃了，可能吃起那个牙齿都痛。你两两五个人慢慢吃嘛，反正我是不吃了，本儿都吃不回来。今天遭搞亏了，哈哈本儿都没吃回来，老板娘那是啷个来整嘛那个？这回还是弄饭吃哦。那个是吃不饱的嘛。再吃几颗，弄起走了。你要吃够哦，来一趟不容易哦。已经吃够了。好，那儿街上看到再好的安全我都不要了。走，撤退了。今天骑硬腿是骑上了的，今天子都不想骑了。明天子才骑了。这个甜哈，哈哈比我们的酸甜。我们在里头去耍了一下午，骑安逸了的。骑起上去那个牙齿找不到是甜的嘛，是酸的了。酸的，我是不酸的很好。热身材，吃饭。哎，那个真正大还穿了，现在牙齿还是穿的。开始来吃饭喽！还是要饭菜吃的吧。纯粹是花钱遭罪受，吃饭那个牙齿都是。哪个晓得他的恩头那么酸嘛？本来是甜的，它是酸的。棺材，那也是一种享受。是啊，你不给尝试的话，哪个晓得又是什么？